大家好，他是 Tony， 我是亚米爸爸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潜水浮标，这是给6岁以上的小朋友用的哦。他们好像还没6岁，小朋友可以用这个潜水浮标浮在水上哦，然后就可以看浮潜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吹这个看看，这是在迪卡侬买的运动用品。首先打开来，它有一个像气球的东西，不过这还蛮扎实的，因为这是橡胶。你会吹吗？当然会。快点，哥哥，妹妹，你要帮水加油。要压住。加油，爸爸。好像是爸爸赢哦。那你帮爸爸。就像这个样子，我的是黄色，其实这个吹起来很扎实，很像那个游泳圈的，因为它这个橡胶很饱满，可以看到很饱满，感觉可以蛮耐用，而且可以用很多次哦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可不可以漂浮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啊，你好像在走路哦，万姐姐。哎，有没有浮起来的感觉？有，真的有浮起来。姐姐，你把脚抬起来看看，你把脚抬起来，好，抓着这个哦。等一下哦，这里再加一根，浮起来了。其实这还蛮有用的。好，准备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谁先碰到我？我数到三才可以开始哦。一。2、4，回去，我还没数开始，还没开始，回去，一、二、三，谁先碰到我？哦，所以这个还蛮耐用的，我觉得很好玩啦，而且它最主要在游泳池可以这样子玩。我可以三个打一个，直升机。我打那个，好，我们下次再买别的来介绍给大家玩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要说什么？拜拜。好，收工。